我家小孩最怕就是虫子。女孩子还好呢，那我儿子也这么怕虫。啊，真的啊？哎。哎，还有个苍蝇，这是什么臭屁虫啊？下山它杀生一直在杀，糟不糟？怎么什么东西？对，这个，他们应该。等会儿我们走上。这个是可能是一种病啊。不是。下次去看看心理医生。彼此之间先认识一下。然后呢，都说自己小名啊，大名记不住。我有什么小名？你没有小名。我的小名叫大头。大头啊？但是现在个长高了，所以头不大。哎，宝贝跟你真像哎。对啊，挺像啊。我叫丸子。小丸子。丸子。洋洋。洋洋，太阳的洋，洋洋，但是我没有小名啊。那你小时候你家里叫你什么？刚，小刚，别的没有小名。哎呀，拉长音吗？刚，刚好，好，欢迎刚。我的同学，他们都叫我咖啡，广东话家辉呢就咖啡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很好听，咖啡也很好听。我们都没有小名，就姐姐跟妹妹啊。嗯，因为双胞胎，大家都叫姐姐妹妹。哦，我记得我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。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我已经很久不敢讲。小时候，我叫他们胖妹二人组。胖妹二人组。没有，欢迎胖妹二人组。